没错。喂喂喂，掌声有声音。好，来，欢迎大家一起啊，一二三。哇，我哋咧好多谢咧 Charco 呢个组合噶，咁我相信咧佢嘅 fans 咧慢慢咧就会蔓延去所有地方啦。喂，咁样喎、我见到咧你哋好多人喎，头先咧我就用咗大概半个钟头嘅时间去记住你名噶，因为我新朋友嚟噶。咁啊，不如呢个时间咧，你哋自己介绍下自己先好唔好啊？好，系，我哋系。Hello 大家好，我是 Charco 的思华，我是 Charco 的子豪，我是 Charco 的 Bibas， 我是 Charco 的子乐，我是 Charco 的女人 Baby， 是我是 Charco 的阿妹，我是 Charco 的 Kido， 哇，好犀利啊！如果要点名嘅话，真系有啲问题。喂，好啦，咁咧一大班咧男仔喺度，咁我想问下你哋啦，点解咧你哋个名咧会叫做 Charco 咧？是啊，大家我剛才已經介紹過，我是 Charco 的隊長 David。 David 為什麼叫 Charco 呢？ Charco 的中文意思是木炭的意思，容易記，好叫。除了這件事之外呢，它是很基本和一些不起眼的東西的。我們公司呢都很想我們好像木炭一樣呢，可以去發熱發光，而你們大家的寓意就是想我們好像 Charco 一樣越燒越紅。好犀利喎！其實咧，據我所知啦嚇，你哋其實都已經成立咗一年噶啦喎。咁啊，喺呢一年入邊咧，你有冇話點樣日日都去折磨下你哋啊、訓練下你哋咁樣？Hello 大家好，我係 Charco 嘅 Nick。咁其實喺呢一年入邊咧，我哋都做咗好多啲練習啊嗰啲，一個禮拜七日都要唱歌啊、跳舞啊咁樣，其實幾辛苦嘅。咁同埋我哋其實喺好多大大小小嘅 show 度都表演過，吸收咗好多舞台經驗。好似今日咁，世貿中心都有機會我哋喺呢度表演，都好多謝佢。我知道我哋仲有好多嘢要改善，希望你哋會支持我哋啦。係咪啊？你哋會支持嘅。OK， 咁啊，我唔阻大家啦。咁啊，傾偈陣間再傾，不如呢個時間再交翻俾 Charco 好唔好啊？